很抱歉的通知，前往广州的 XD83114航班，由于机械故障，短时间内无法修复，请您耐心等待进一不的通知，谢谢。机械故障？你不是说天气原因吗？什么情况啊？我听你们胡扯，我不等了，等不了。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你也冷静一下吧。先生，79号登机口。喂喂喂，你干什么？喂，放手。视频算是撤下来了，但是对外造成的恶劣影响却完全收不回来。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处理欠妥。你的飞行部副部长的职务，先做停职处理。我先把这条安全信息同步给南廷哥，他虽然被停职了，但是还是很在乎我们的运行安全的。停职？你还不知道，南廷哥现在已经不是飞行部的副部长了。 找我什么事啊？我知道，你因为我被停职了。不是因为你，换作是别人，我也会这么做。你飞好每一次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。祝贺大家升级为副驾驶。按照我们公司的惯例，由教员为学员佩戴徽章。 丞相，你的徽章自己戴上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是你戴，为什么我要自己戴？我也是晋级的飞行员，这份荣誉我为什么不能有？这名有点紧啊。 火警还在持续，看样子情况很严重。到最后的清仓，立即离机。我是机长，飞机上还有人呢，有个乘客喝多了，企图轻生，情绪很激动。我的副驾驶正在安抚他。丞相还在飞机上。是。先生，小包，闭嘴吧！冷静一点。 丞相，丞相。